充电池哈、啊，那这一样，任何一个板子，你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 common sense 啊，就是你一定要提供你的电源哈、啊。那这边也是一样有哈、啊，它电源呢有分也是要提供你服务，好、啊，那一段时间大概是 OK 的。啊，我控制的东西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电源，啊、那你就去拉它，好、啊，就你要用什么？那我现在这边给各位一个面包板，啊，就叫面包板。等一下呢，我会让各位小小的体验一下。哦，如果说我们今天上阿丁的课，你都没接到一个时间，你会觉得啊，你在这冲线哈。那我们会透过呢你的电源送到这个实验板，然后我们来做简单哈、哦。今天只有三个小时，大家只能做到三场哈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板子，我们首先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知道电源在哪里，地在哪里哈、哦。因为电路的话，一定要先送给它电源在地，那这样呢，它才能够过。点 CC， 然后到它的官网去就可以下载。
性能小型，就是做一些动态的这些灯的变化，或是广告灯之类等等，啊，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免费的这个 Arduino 的这样的一个界面，然后来实现你的梦想，啊，好。
供给你，任何人都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去学习啊，啊，非常简单又好下载啊，这么有免费的官网啊，好，这边回去啊，今天上完课之后有兴趣啊，我去别忘了啊，赶快下载啊。目前的话，这个板子有这几种，乌龙板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乌龙板。那我们下礼拜要上的课呢，就是一个很小型的机器，来，各位站起来看一下，就这个，我们把小的板子塞在这里面。那个是比较大的方形，不一样乌龙板啊。那如果你要玩具的，你
过来，动作。所以呢，所有的电子零件都有极性，不是拿起来就接哦。你接错了，它就烧掉。你接错接太久，它就烧掉。好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场地呢也配给各位几支的电表。好，啊，有兴趣的话呢，待会可以试试看。啊，有东西已经付费了，是吧？好，从家里带来。让他待好。
输出，好，就我 IP 设定它品，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哈，它有很多只脚，有14只脚的输入跟输出，好，那我们待会就可以随机看一下做两只脚，好，那我们就用整数的定义。再来，它要做宣告哦，好，宣告，在 Arduino 程式呢，一定会先有个变数，再来写一个 module 的。是呢，函数开始要做设定的时候，我们的参数一定。那就它的广义的名称，它是一个全区域，我们最大的选。我们如果我们学过组合。
这一台是抓到的，要抓得到，你必须要抓得到阿丁龙的这个什么的，哦，我们会去选择，好吧？这个样子，如果没有呢？如果你在你的家，你记得要到电脑里面的系统档案的管理，去把那个阿丁龙的这个 PO 去把它抓到，这样才有连线，因为是比较连线啊。这个每个人都会嘛，我相信你都很厉害的。就是要这两层的设定，等一下呢，我把题目还给你，然后你顺便修做这两层的设定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休息啦，同学们也可以去做，去点开然后去看一下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好，现在10:09，好，在这里。